猩红了，哪个卡牌就猩红啊？猩红这阵容，我根本我就不乐意玩。我决定把这几个一样拿一个。QQ 远程啊，我都我云顶教父的名号啊已经传出去了，兄弟们已经传出去了。晚点教武藤纯子下下棋，4点钟教他吃两把鸡儿。大树可以啊，已经传出去了。那谁呀，哎呀，就是一个小妹妹。就是一个小妹妹，不认识啊！哎呀，不认识没关系，就是一个妹子，我们教她玩牌，玩那个云顶之弈，把我们的这个10%的实力传授给她，我给她传功发功，明白了吧？我也当一回，我也当一回弹幕大神，我给他指指点点。哎呦，我这行啊！我才想起来，我可以当弹幕大神了，我这。老你们天天给我在这儿指指点点，我指指点点别人。升级吧，这波升了，上卡牌，拿个小驴人。三法猛一点，三法前期能猛一点，上一个大树就够了。这把他们都不行，这把俺们最次前四啊！我拿我云顶教父的名号在这里担保，最次咱都前四，最次最次的都。这把一看呢，他们这就不行，这不太行。别担保了，你的名号也是自封的，没有，这都是兄弟们给面子，非得要给的。今天早上有个兄弟说，给你们看看吧，黑粉都比猴哥你准时。从明天开始，这些黑粉啊，在我面前他们会抬不起来头。就这小子，我进来时候我还把他封了，我没开播我把他封了。我看他搁那带节奏，明天啊，这些黑粉绝对不可能来的比我早。
我明天晚上2点我就来，我不睡了。让我们拿个大棒子。这谁呀？这呀？这都啥报道啊？护士村发来一个图片，护士村发来一个图片，云顶教父孙悟空却被卡在钻石上不去了。你放屁吧，你还2019年的呢，2019年咱都没玩儿啊，玩了。2019年咱也大师啊，这都谁写的？新浪网电竞提莫君，把他封杀了。兄弟们，冲了他，给我冲！开冲开冲！算了，就这么地儿吧，这小驴人放旁边挺好。你这波赢了我卖啥呢？不行，我卖个塞拉斯吧，我应该上卡牌的，这样还能有点虚区，这现在实在是没有虚区啊。算了，上都上了，这么地儿吧。冒着小法，别着急啊，万一来瑞门我们还可以转型，你知道吧，很容易小法就不来了。但我觉得应该不能哈，直接给了得了，应该不能。来了两个锤石，这不是一个好兆头，这不是一个好兆头，这个兆头并不好。有没有大剑？给个大剑，大剑女神来！哦哟，两个选择：一小法师，二直接养，不是那个等瑞文，还是直接小法师吧？要我说，直接小法师了，我们先给上个法爆的。直接小法师了，这个撇了。谁需要来一记重拳？
给大树上点装备，这样前期能顶一点。这个三楼可挺猛啊，大树怎么个事儿？大树，大树能不能一打三？重锤，血太多了。我是魔鬼。咱也可以先这个样子，这样吧，这样能厉害点，后边就放一个后排。怎么还有说你是脑瘫的呢？你有点过分了。你不等天选法师，不用，一样的。天选森林跟天选斗士跟天选法师是一样的，总归让你少上一个英雄，对不对？没毛病吧？你看，你如果天选法师，你少上个辣妹，但你要多上个森林。你天选斗士，你可以少上个斗士，但是你还得多上个法师。你要天选森林的话，你就可以少上个森林。你就可以多上个法师，一样的，都一样的羁绊，没菜了。没菜了就没菜，你这么大声干什么？哦，对不起，我怕你听不见。再沉一点。你老吃。对。我关门呢，我怕听不见啊。来一个大剑，我们第二名不一定能选得着啊，铲子肯定是没了。要是选不着，选什么呢？选个魔抗吧，这样可以上个水银。呀，这大剑都能选着啊！哎呦，漂亮！不给嫂子道歉，我这道歉道好几遍了都，你没听见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怎么办啊？生不生呢？生其实也没有啥能提升的东西啊。大点声！我是斗鱼主播，小主播蓝脸汉，是来给你们道歉的，对不起。
输了不生了，拉倒吧，一会儿再生。大点声，听不见。我说听不见就是听不见。对不起。这么小声还想当主播？对不起。跟我吃腻了。这谁家的猴删了呀？那猴怎么删了呢？猴还行，我们77滴血。要不要拉七呢？拉吧，拉七，先拉七。我们还70多滴血呢，拉七可以。小法师技能太慢了，他就这样啊，那你说咋整？那平 A 就是 A 的这么慢，那你没招啊，那没有女神之泪。有女神泪吗？没有啊，你看，给个春哥不行。我直接拉了吧，我直接拉了，递个小法，努努，努努可以上。日炎大树，春歌小法，龙刀锁子甲，这装备好像可以给爱色呀，是吧？哇哦！法师狐狸，嗯，有没有小法师？可以了，我们无敌了。再递一手吧，你俩都要升啊？那你俩谁升呢？要我说。我看看你能打250，你呢？你能打250，减护甲，那还是你升吧，他撇了。这样吧，小驴人我们先不上了。银马其实是要换寒冰的。这老让人控可不行啊，感觉是不是得整个水银呢？你瞅瞅这给我控的，我差点让那镜像给我耗死。无限控啊，给我一顿控。先来个轻语儿。那个，你愿意睡还是等很久？
聚沙日炎，行，日炎，日炎大树，小法师愿意干了，小法师没了，给个春哥吧，你瞅瞅这样子呀，哎呀，没升到三的小法师，我估计我们这把也就是个第五了，太少了，基本上没嫖到啥玩意儿了，是不是？基本上是没嫖到东西。又得拉吧，没想到峡谷主播下棋也这么厉害，哎呀，小意思啊，兄弟。我们还有个幽咪呢，不急，一会儿我们拉八，现在是七。其实我现在有点掌握不好这节奏点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他们拉七拉八的吧，都有点拉的有点太快了，有的人你知道吧，拉的太快了，拉完七就一顿地，地地地地地地地，地完以后，哎，人没了，给你血打的贼低，你说你地还是不地？他也不升八，他就在那地。反正他没他就没，他也不让你好，我不好你也别想好。小法师一百年放一个技能啊，大树马上顶不住了，大哥。啊，还行。给我大他3420。一个小法也嫖不来呀。塔姆有什么用？问的好，忘换了。你找你咋不说呢？我都没见着塔姆，我刚才我都以为我没有这个英雄，我都没看见他。这小子希望他大一下不暴击，别暴，果然还是暴击了。有些兄弟肯定就，哎呀，你看这狐狸多狠呐，狐狸！我告诉你，一会儿他就是个屁，不用他在这森林狐狸法，一会儿他就是个屁。这还没打完鸡呢，等打完鸡他就变成弟弟，我们直接全体上阵，上阵容，所有人开始地排，他直接就聚聚。但为什么没有小法师啊？法师太多了吗？我一个都没嫖来啊，我就拿了一个吧，还两个，有一个还是我弟的，好像还是我弟出来的。有魔抗有没有？森林狼成了，这家伙这啥也没有。T
天神重装没有用。少说废话，多摇几下。有没有小法师？有没有小法师？居居屁都没有，连个屁都不给我。不行，我把狼人升了得了。或者我把大树升了，哎呀，但其实这俩升都没用啊，我们还是得升小法师啊。我好讨厌森林啊，我现在特别讨厌这森林的阵容，为什么这个阵容就必须就得小法师就得三，为什么就没有，为什么，因为什么就没有。这一波呀，这一波莉莉亚是不是可以上一升小驴人，小驴人给他换成莉莉亚，看看要不要换呢？换一下试试吧。正好是打的刺客，如果这波打赢了，莉莉亚继续；如果这波打输了。好，莉莉亚下。小法师删了，都给你点名了，都给你点名了，让你。这是你自己不争气，我没办法。努努也没有啊，没关系，努努没有就没有吧。我们主要还是得要这个小法师。这小法师升不到三，那不一定。我20块钱递出来是5个寒冰呢，啊不对，40块钱。哎呦操！哎呀哈，差点我就没干过你呀，小伙子，就差那么一点给我 A 死的。打断施法，啊，给你个大嘴巴子！倒数第一还不走，剩一滴血，我们来个啥呢？我们来个全套的，我们来个寒冰吧。小法能三，这把我就吃鸡儿。我不吹牛逼，就他们这些阵容啊，不行。这有个宗师，这有个御剑仙儿啊。这大树在这儿吧，我们这寒冰稍微是往后窜一窜。
哦 ，My God！ 有没有人把他打一手？倒数第一能不能死？可以，倒数第一。你看看这狐狸，那我不消法也没删吗？那咋整啊？那他也不来呀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反正我就是这样了，我就能赢就赢，赢不了就拉倒呗，多大点事儿呢？我就听天由命，反正俺们最次都第五名了，多也还是可以的。我估计我要再碰这家了，可能他又换位置，他那么讨厌呢，他盯着人换位置，真是讨厌，真是讨厌。我们现在就耗，能把这倒数第一给他耗死，我们就把他耗死。我们就算胜利了，能把他耗死，我们就胜利。一会儿肯定是碰不着他了，一会儿得碰这家了，我估计。现在是差三只小法是吧？行，三只，给个三块钱。十七滴血，一轮能死不？运气差点，反正一轮就死了。运气好点还行，运气差点估计就没了。我们就赌一波，反正36块钱，我觉得他也递不出来。俺们就赌他一波。哎，这家还没打过呢。还好我挪了个位置，我操！老母居住小法干了，我就更没个玩了。哎，这装备给了。拿下，拿下，该吃药了，拿下，拿下。十七滴血，十七滴血，这个地开地，兄弟们。拿个蛤子，小法师，莉莉亚，努努，这个要不上了，不能要了，努努不要，小法师。差两只，我觉得他不一定能打得过我。你把寒冰杀了，像个狐狸，没事儿。哎，掉我那么一点点的血，我还没死呢，我还没死。小法师来两只，最后一滴，这怎么跟那个绿纹似的呢？我估计这波肯定打这家了，100%，100%，
肯定打这家，肯定我们把这大树都往后放一放。哎，这个逼呀，还不是打他呀？哎呦，怎么又打这家呀？那我们应该是没了，我这打不过他呀。给你用了吧，一会儿再用啊，看能不能打得过。给了吧，愉快给我们送走，没事。哎呦我操，森林狼呀，还有一个人呢啊、哦！我死了，这我以为这个是我呢。行，我们第四名，又差一个，又差一个，是不是地图不行，太暗了？我们换一个，顺便给大家来个500块现金红包，一个小厨娘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啊！我得换个地图。小法师出的少，尽量是别玩森林法，关键他前面来的挺多的，你知道吧，前面夸过来个小法师，这行啊。